迎来到我们的爱约不约，我是你们的胖甜。最近热播的电视剧啊麻雀，很多人看过之后表示，这女主放现代啊就是活脱脱的一个绿茶婊。其实不止麻雀啦，前一阵的大鱼海棠，再往前的芈月传，还有什么克拉恋人，都是绿茶婊的天下呀。那我就纳闷了，绿茶婊到底是何方神圣，为什么总是拿着女主角的剧本呢？绿茶婊一词呢，来源于豆瓣，于2013年《海天盛宴》之后走红于网络。顾名思义啊，就是那些披着绿茶皮的小婊砸，特指那些表面清新脱俗，实际工于心计的女孩。这类女孩呢，特别擅长玩弄男人的感情，常常是你追我，如果你追到我，我也不一定让你嘿嘿嘿。偏偏呢却还是很受男生的欢迎，但是在女性群体当中啊就备受指责呀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同行是冤家？首届绿茶杯心机大赛现在开始，现在登场的是一号选手和二号选手。小姐，这个蛋糕。哇，好可爱，我来帮您拍吧。好的，那把它一起带进来吧。咦，这难道是装作不经意间把叉子摆在脸部线条内侧，让脸看上去比较小的小脸树？要把蛋糕也一起拍进来啊。这不就是以白盘子代替反光板，让脸色看起来更加明亮的美白树吗？另外故意把这么大的杯子拿起来，从而让自己的脸看上去比较小小的小脸树。二号选手连出两招，这难道是稍微往后让镜头里的自己脸看上去更小的小脸树？我要拍了呀。本来被当作陪衬的二号选手更加向前靠，从而拉开距离，让人一目了然。这就是占领整个镜头的小脸树破解术，而且还突出了巨乳。一号选手这时与配角再次缩短距离，拉住对方的肩，为了能让人觉得脸小，抓住适当的距离感不放，小脸树破解术的破解术，小脸树破解术的破解术的封印术暂时还没有。 Round 1，一号选手获胜。不过啊，这绿茶婊虽然说是心机多了点，却还是有很多值得广大女性同胞学习的地方。不然为什么那么多影视女主角偏偏都是绿茶婊呢？且听我一一为大家说。什么是绿茶婊？大家公认的绿茶婊啊，首先都是长发飘飘，清新脱俗，素面朝天，虽然都换了裸妆的。虽然硬件条件呢都是爹妈给的，改变不了，但是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，没有丑女人，只有懒女人。学学服装搭配，学学化妆，力所能及的花费时间和精力去改变自己，投资自己，怎么都不会吃亏。千万不要相信男生说的喜欢不化妆的女孩子的言论，事实上只要你化得一手好妆，大部分直男都是看不出来你化妆的，好吗？外形过关了，然后呢，想象一下，你邀请你的男神到你家里去吃饭，你在楼下的超市顺便扛了一袋50斤的大米，到了家里发现厨房有几只蟑螂，自己拿着拖鞋哐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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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消灭了，然后熟门熟路的换掉了坏掉的灯泡，你男人很有可能呢对你目瞪口呆的比个666666，然后呢你们成了好兄弟。姑娘们，你们来点小心机啊，男生也需要展现的机会，你就随随便便示个弱，请他帮个忙，在满足他自尊心的同时，说不定还能激起他对你的保护欲，一举两得，是不是？不过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可是不行的，因为时间久了就会露馅了。历史上著名的绿茶婊林徽因，为什么能让几个在各自领域顶尖优秀的男人为她魂牵梦绕？因为人家不仅长得美，而且还有才华呀。在文学和建筑史上都颇有造诣的她，能写出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这样的动人诗篇。可是换作你的话，可能只能写出你是人间的沙尘暴，一到我面前怎么就迷了我的眼呢？还怎么悲春伤秋岁月静好呀。当然总结了这么多优点，我们不是为绿茶婊洗白，
学习学习绿茶是可以的，表还是算了吧，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，只要不是背后玩捅刀子的事情，玩弄人的感情，那些努力让自己变得漂亮，变得有魅力，变得被大家所喜欢的女孩子又有什么错呢？而且呀，好好了解这些绿茶婊的上位秘籍，各位不婊的姑娘们才有机会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今天的爱约不约就说到这儿了，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博微信公众号，与我们小编积极互动你不懂的疑惑吧。另外啊，我们的商城啊已经开通了，去上去买买你想要的东西吧。去往小知识，啪啪时除了生殖器和胸部会肿胀之外，鼻子内侧也会肿胀。很久没有测评男性玩具了，今天我们测的玩具就是这个 Rinz。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？包装看上去很简洁，透过罩子看下去有点像护膝。打开包装看一看，包装里除了有 Rinz， 还有充电线和润滑液。这个一点也不像一个飞机杯呀。看到内部的螺纹没有？我好像明白了些什么。这个是电动脉冲自慰器，总共有5种震动效果。用手都能感受到震动的强劲，我们拿一个道具测试一下震动效果，可以看出这个自慰器的马力是非常强劲的。值得说明一下，这款玩具不防水，对比一些生活物件，它小巧，隐蔽性强，相信对比传统的飞机杯会有不一样的感受。初次见你，一双迷人的眼睛，在我脑海。